票房破亿的心情。啊？票房破亿的心情？票房快要破亿的心情，其实感觉还蛮不真实的，因为老实说，那个时候在拍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都是说，哎呀，你要拍一个这样的电影，他们当时是说，那就希望不要赔，然后说不要赔太多，我们下一步还可以再拍电影这样。然后现在蛮多观众，然后口碑也都还不错，所以老实说是觉得这是一个梦想有点成真的过程这样子，对啊。但是他也愿意来帮忙这件事情。那你天哪，没有，其实就是真的觉得很荣幸能够参与，因为真的是就是在人生事业最低潮的时候能够接触，所以当时也是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但同时也没有想过说这部会大卖或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让我能够精进演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这样子。所以很开心，也替导演感到开心，说这部电影能够获利这样。嗯。好，很高兴。然后，其实我觉得电影里面讲到祸福相依，在我们大家其实都在蛮低潮 ，even 导演 ，even 我们演员，大家都在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在这一个疫情的情节当中，我们如何往前继续下去，然后到今天可以有这个福分，其实是对得来不易，很感谢。那大家也都小心工作，未来继续小心踏稳每一步，这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很开心，是因为我今年已经30岁，然后我是从18岁就开始试镜，然后我记得我在演奏之前的上一部戏，我还是去当某个戏的领演，就觉得哦这，然后就接到这个戏，然后又是一个很重的角色，然后现在他又要破亿了，就是我人生的成就一直达成，就是第一次拍电影，第一次看到雪，然后第一次参演的电影还破亿。第一次要当破亿男星，我觉得很紧张。对对对，很紧张，很紧张，很兴奋。我是还好哎，因为本身没有特别想这么多，因为可能因为我自己有看过的缘故吧。但是当天我3月10号首映的时候，媒体试映的时候，我确实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活学医师叶姑妈的声音一直存在我的脑海中，所以我相信这是真的有的。对，对，从我们的媒体试映会那一天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睡好。我也可以说，因为觉得看了以后电影很兴奋，真的是很好的作品，也可以说很害怕，然后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不是？一直在脑袋里面回响的这个声音，对，希望有一天可以赶快忘记，然后继续 move on， 好不好？有没有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让你突然想到说，哎，好像跟电影里面的情节有关系？所幸哈，没有发生任何跟电影类似的情节，头也没有想要再往任何的硬物上面去有一些相互交流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是很好的哈。你呢？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应该要运动，对不对？他骨质疏松了。健身教练的建议，对对对，他那个手的力量真的太强大。他哦，对他老婆力量太强大，握力太强，握力太强，握力太强。那导演和主演们有没有听到在电影上映后比较印象深刻的评价或者是感想？听到网友们，我听到比较印象深刻的评价，第一个是那个手，有人说手被捏断嘛，那个时候我心里想说，哇，这个糟糕了，然后真的有这么恐怖吗？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说，很多人看完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常常在打电动啊？我那个时候心里想，哎，对了，这样居然在电影里面也能够被发现说你常打电动，我很喜欢玩可怕的电动这样子，所以这两个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吧。对，可以可以。我最近是发现有一个就是一个粉丝专页，是他们是标榜说很讨厌情侣的粉丝专业，然后我在里面意外的被大家圈粉，因为我里面的那个台词
就是拒绝人家谈恋爱这件事情已经被那一个粉丝专业人很喜欢了，然后我们都纷纷想当阿元，就是把阿元当做一个人生的指标，就是我们要一起当恋爱纠察队，我觉得蛮酷的，这件事蛮有趣的，这幽默还好，那导演刚刚有说到，就是电影是可能看了一些恐怖的游戏来做面向，那之后有没有机会演出这种游戏让大家？其实我老实说，我在拍的时候并没有，我自己在拍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被游戏影响，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论我才觉得还蛮惊奇的，对啊，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真的喜欢打电动，对，那我当然是希望后面咒也可以推出一些游戏，对，那有相关的机会我都还会去谈的，对，目前也有 VR 的游戏公司来问，对，但是就还在洽谈当中这样子，对。很多人都说是国片史上最恐怖的片子，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恐怖片，那国片的恐怖片我都有看，那在拍的时候当然是希望可以拍到一个最恐怖的，那目前有人说大家会说这是国片最恐怖的，我自己是觉得蛮欣慰的啦。嗯哼，嘿，然后也希望可以下一部恐怖片就可以越来越恐怖，要再超越这一部。真的。那也希望接下来的台湾的恐怖片也能够再超越咒。对，因为有很多人之前会说什么恐怖片天花板，但我会想说，那今天这个天花板是在几楼呢？我们未来还可以再往几楼呢？摩天大楼有几层呢？那天花板就有几层咯，所以绝对不是最高的那一个，一定还可以再有更多超越的地方，你还可以再拍出更超越自己天花板的地方。有，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每一次看我都想改，然后所以心中也有一些地方觉得啊，这边要是再怎样就可以再更恐怖一点，或是再更感人一点，所以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再更好，所以更可怕，更感人这样。真的，真的。那如果票房在持续突破的话，有什么票房恐惧吗？然后再跟粉丝们分享。林俊伦，原本是问什么？有什么展现？是该付出了吧？没有啦，你叫他自己讲啊。我们你有什么想法？可我最近身材没有比较好。没关系。没关系吗？我觉得一样。你现在应该比我厉害吧？我没有，我现在体脂肪很高。我现在在练，我在练力量。你们都不脱，那我就脱了。你脱。我觉得阿元脱很好。阿元创造新的气象。这没人要看这种事，你们要看吗？没人要看吗？就给他一个机会。那好，那你们训练我，靠你们了。是哦，可以哦。一起训练他，然后一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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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导演也会脱的，导演很爱脱，没有吗？没有了，没有。导演很爱练，其实。好了，一起训练他，让他去，让他去脱了。好，我们三个一起。那想问一下导演，就是那个不能进去的那个地道，还有那个铁道的那个村庄，当他选地点的时候，会有什么考量？其实我们在剧本里面当时，写的那个最后那个地道其实不是长那个样子，我们本来是要找一个山洞，但是找到了那个地道之后，觉得那个地道真的看起来非常有，去那边有那种不能呼吸的那种感觉，那种窒息感，所以我们才改了剧本去，本来是改剧本去 match 那个地，去跟上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的邪教山庄本来想法也不是长那样子，也是看到那个景之后，才再去改剧本去应对回那个地方，所以。我是觉得说剧组都很努力，然后居然能够找到意料之外，比我本来想的还要更好的场景。对，那这个是我感到很感恩的地方啦。哎呀，是这样。那你刚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对，我到那里的时候，心里面跟剧组、摄影师和美术，其实那些场景一看就觉得就是要在这里拍，然后大家就是叫我回去就要改剧本。那我就听大家的话回去改剧本，那我也很同意，那地方是一去就觉得就是要在这里这样子，对啊。好，谢谢，谢谢大家。达到一亿大关，然后接下来是春假的行程，所以会有非常好的成绩，而且今年唯一一部破亿的国片就是咒吼，我希望可以继续往上迈进这样。来，我们导演跟演员麻烦我们请到前面来好不好？谢谢。
然后请指导他们站的位置，谢谢。然后也请先递上麦克风好吗？好，导演请站中间。导演站中间，对对对。然后，哎，科轩，来躲躲躲躲躲可以，来，我们靠近一点好不好？来，我们先递上麦克风。好，大家有想过我们做会破亿这件事情吗？导演先讲一下好了。其实一开始，老实说，一开始真的没有敢这样想，也不会去这样想，对吧？完全没有思考过，完全没有想过说他真的会破亿。当时是想要好好的把片子拍出来，对，所以现在，哎，导演等一下，我们可以把口罩脱下来，因为只有你戴。所以其实本来真的没有想过说他会破亿，他现在看起来要破亿了嘛，所以其实除了开心以外，也觉得我在拍片的时候，常常会告诉自己说，只要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时时刻刻都有在照顾观众，那观众有一天最后回来照顾我们，所以真的很谢谢观众的支持，那也很开心这样。对，那问一下，因为你即将票房要打败《红衣小女孩二》这件事情啊，你有什么话想说的？没有啦，我觉得我们国片其实都要互相帮忙跟加油。对，那我们也有跟红衣小女孩那边有维持都很好的关系，所以他们说如果我们可以超越他的话，他们有一天也可以再超越回来，那国片就可以这样子一直互相的超越，那就会有一个越来越好的市场这样。对啊，好，谢谢导演。来，我们变成爸爸，户外爆棚爸爸高一轩。哎，好。对，从来没有想过会到今天这个状态，然后也很高兴导演一开始也没有放弃我们，就是导演一直都对你真的一直都很相信的，我是蛮感动的，所以可以稍等一下，没事没事，大家都很激动，没事，拜拜。 对我们很高兴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果，然后这都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单独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很感动导演可以找到这样的 team。 在导演其实也没有钱的状态，然后我们大家其实你也准备要转健身教练，我也准备要转健身教练的这个时间点上，然后我们进入这个拍摄，然后能有今天这个成果，我们有很多的感动，很感激这样的，谢谢。真的，我们这边很多健身教练。好，来，进来。首先我觉得我很荣幸，我觉得能够参与到一部可以获益的电影，我觉得真的是到入行为止都不敢太去奢望，去想象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部作品。那同时，也就像一军哥说的，就是很感谢导演给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参与。然后我觉得一部电影，但是只有导演的功劳，所有演员的功劳，是所有整个制作团队的功劳，是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有这样的工作，所以谢谢大家。这样子，好，谢谢。那我们第二就他对阿 Q， 对对，很感谢导演选，当时选我，然后就是因为以前一直都蛮喜欢看电影的，然后就从比如说影展啊都会去看，或者是看到那种每次有那种票房破亿的新闻，就觉得很羡慕。啊，这次终于跟我有关了，觉得很开心。不然我本来也差点就是要，就是去找健身教练，去找健身教练健身。对，还好有这一次的演出。那接下来又准备要开始健身运动吗？准备要开始，因为要当电影明星，也要开始对维持体态了。对对对，所以很感谢，很感谢大家选我当阿元这个角色，谢谢。好，我们朵朵年纪那么小就已经晋升亿万票房的女主角哈，那但是她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没关系。好，那我们现在进行我们一个点鞭炮仪式，来由导演来代表点鞭炮，象征我们电影即将破亿。好 ，OK， 准备喽。朵朵会怕？朵朵会怕吗？来来来，来准备。3、2、1，会不会很大声？你们点起来吧。
非常对，非常欢迎观众朋友们，就是看完电影或看电影之前来跟冯普拍照。对，好，可以了吗？好，那我们准备来红布拉着导演来，朵朵，我们看一下冯普，朵朵不敢看，好，有阴影哈，好来准备喽，三二一，冯普出来了。好，我们看一下镜头。需不需要下面一点？有人可以坐着。啊，我们稍微往下面一点这样。好，坐上面。好，这样子。中间可以。然后我们可以摆佛那个我们的手势，对不对？对，可以比手势。好。那个冯普的脸上面带了一条红布，上面写“死生有名”，这个是千万不能掀开的哈。好了，我们看一下摄影镜头，来中间这边，来中间。好，来稍微往右边看一下。好，来左边。来中间来啊！来中间再来。来，师兄一起再谈。好，师兄。好，照片 OK 了吗？因为我这边还会再访问一下，来看一下右边。好，我们先闭上麦克风，可以了吗？中间再补几张。来，中间再来，好了吗？可以了吗？都 OK 了吗 ？OK 了哈。地上麦克风跟我们里面很重要的凤梨、兔兔、汪汪。好，来大家讲一下冯母导演关于冯母的禁忌，可不可以先说明一下，免得待会我们观众不小心触碰到禁忌。我们这个冯母哈，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不要看他的脸，然后不要想，不要想自己的名字。那最后你都不能讲自己的名字，那就是不要问别人的名字，对，所以就主要就是这三件事情，对，不要看，不要看，不要想，不要问，然后不要问这样，对，不要希望，看了会怎么样？就会像我一样，就会怎么样？会长牙齿，对，好。其他三位演员，我们在里面都有跟冯母有相关的一些接触，然后你讲一下对冯母的敬畏。会不会感到害怕或什么的？我是非常害怕的。我记得刚拍完的时候，然后去找导演的时候，去他工作室，他就说要不要下去看一下冯母，跟冯母拜一下照。我是完全不敢下去的，因为是太可怕。因为我也是有看过他的脸，然后那是不用，就是看的就是内心一个深层的恐惧，是非常恐怖的。所以我是很敬畏的。宜萱呢？我很高兴嘛。我到现在才看到他的手，除了在电影院里面看到他的脸以外，我都没有看到他本尊，都没有接触到他跟他有关的任何事情。我其实，在戏里面我连 DV 都没有看过，是对，但我很高兴，我也不想要看，我觉得这边就够了，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这里面跟冯母最近距离接触的就是林靖伦了，有没有唤醒当时拍摄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好久不见，对，冯母好久不见，对啊，就是我应该是唯哎，爆花有先过，对，爆花跟你吧，但是他是那个唯二，他是唯一，所以我是唯一看过他真面目的人，对，那他的真面目就是真的，掀开的时候看第一眼会觉得，哦。会不舒服。那如果真的是有密集恐惧症的，看了真的会很毛很毛，不舒服。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真的不要看，那不要轻易尝试这样，不然我怕这边会有命案现场。哎，那导演这个布帘里面脸还有真的在蒙起来吗？都有。这个是我们电影里面的，就是那一尊佛母嘛。OK OK。对，所以你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东西。都会具体的呈现在很怕会有那个年轻人就在那边想要不信邪，对不对？所以
不要问，不要想，不要想，不要看。好，我们非常欢迎观众来拍照，但是千万不要掀开那个红布哈，不然就会电影怎么演就怎么演了，就这样。那是电影演的淡定。好，那我们现在再拍最后一个合照，好不好？我们把凤梨跟兔兔拿上来，因为这里面是在电影面朵朵最常讲的话，对不对？心中想的最喜欢的三件事情就不。好，来左边。好，左边配合，右边。好，来左边再补一张。可以了吗？好，那我们站着拍一张哈，往下站好了，往下站，然后果果可以稍微抱得大一点，兔兔要不要？